那最后蒋少红呢是撤销，哎呀，触身球了，手肘安打，护具安打。哎，球挡到旁边去了，爆头了。包上的跑者往前来推进一个，这球捕手没有挡好。出棒这一球打平的，在右半边方向落地是形成了安打。二垒上的跑者现在通过三垒周要回来得分，这一球滚绕旋拉墙前，现在打者上到二垒。来雷这二垒安打，两个坏球又投在红中偏高的位置，带出了一支二垒安打，所以是打高球了。看看这个球在高的位置，掌握得很好，腰带的部分直接被掌握到。